你昨天我不就是没考好吗？你说咱班主任他至于发那么大的火吗？你看看，他的脾气你还不是不了解，跟他这么长时间了，他那啥脾气啊，对人的好坏全靠自己心情决定，他的移情表。哎，其实想想也是，可能是我们给他的压力太大了，他也挺不容易的。啥呀，估计是提前更年期了吧。这班主任还不到更年期的年纪吧。哎呀，你不是也说了吗，他压力大，这人啊压力一大更年期提前是正常的事儿。对不对，我跟你说啊，还是我们不好，让他太劳累了。咱班总有俩人，能咋累着他呀？你说的也对，那肯定是你不好，你让他生气了。我这么优秀，绝对不是我的问题。你可拉倒吧，你老是怪这地球没有吸引力。你再这样，我不和你同桌了。老师提前更年期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，真是。美少女那个战士，哎，为有代表月亮消灭你。我要是美少女啊，我第一个先消灭你。我第一个先消灭你。这姐妹你还是更年期吧。妈呀，那他瞎嘀咕啥呢？没，老师，我啥也没说。老师，对不起啊，昨天考试是我没有考好，你别生气啊。你说你还那么年轻，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再气坏了身体啊！我可不希望我们的班主任英年早逝呀、啊！行了，赶紧别往下说了。你说你们两个人啊，我都不敢往下再听，你们还想说出什么来啊？好，没啥，老师，那个你快点给我们讲课吧。我是突然今天特别想听你的课。我信你个鬼！今天呢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老师，今天我不讲课了，我要跟你们玩一个小游戏，考验一下你们的眼力。啊？眼力这玩意儿还有啥考验？是看视力表吗？不是视力，是眼力。就比如说那种看图找不同的那种性质。对。廖花同学，你说的对，就是那种啊。一会儿我在黑板上画啊，这些字都重重叠叠的都重叠在一起，你们要认真仔细的观察看看有几个字啊。没问题，我这戴上眼镜5.0的眼，小意思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图啊，这些字是层层叠叠的叠上去的，你们要好好看一看这都是什么字啊。老师，你写半天都给我看困了。写啥乱七八糟的，啥玩意儿这是？你好好看，认真仔细的看，找找规律嘛。老师，这一个颜色是不是代表一个字啊？对呀，李小花同学，你说的很对，好看吗？那我也能知道，老师，我看出来了，那个有个天字。王大伙，我敢打赌，你也就能看出这一个天字来了。你还能看出其他的字吗？你是瞧不起谁呢？这是。行啊，那你就用那5.0的眼睛，好好仔细看看吧啊。老师，我看到了一个字儿，你看，这有个好字儿。哟，李小花，你可真厉害，你咋看出来的？啊，你看这个，这边一个女字儿是这样倒着写的，然后旁边有一个子，靠在一起，这不就是好字儿吗？好，李小花同学，你可真棒啊，观察能力很强啊。王大伙同学，你要努力加油了啊。1:1打平。这有什么好比的？老师啊，我又看出一个天字儿。在哪儿呢？就那个绿色的，看到没有？你找了那个绿色的字儿，就找到那个天了。哦，我也看见了。
道了。天天好心情嘛，这不这五个字吗？对，李小花同学，就是这五个字，天天好心情。哇塞，我到现在都没找着，小花你挺厉害啊。大虎啊，其实你仔细观察观察的话，你也会看出来的。王大虎，我觉得你除了学习不好、爱吹牛之外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缺点了哈。花花啊，你听没听见咱老师夸我了？夸我了？你听差了，大虎，人家老师那是在贬你、贬低你，意思就是说你除了笨，啥也不会了。笨，笨，笨。再说一遍。波恩笨笨。